演好好，演的超好的，演到我都有点感动，主任好可怜哦。其实拍得很开心，虽然很累。哦，有生之年拍得很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累，可是那个累来自于可能是因为戏比较多。哎，大哥原谅我，急用可原，我着急，我着急，我着急，买一个东西马上走啊！原谅我，原谅我，原谅我，我买个东西很急。高嘉瑞，你有病。也许你现在不懂，你这辈子不懂，你或许可以重新考虑一下投胎，也许下辈子就会懂了。为什么推不动？三日起，每周六晚间10点，TVBS 42台，有生之年，不见不散。